难怪蓝白细胞三万。预制白细胞，崔老师，你确定没弄错吗？你敢质疑我的专业吗？我连接血液科做骨传。杨阿姨，很快就好了啊，你千万不要动。辛苦了，秦大夫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客气啊？这个病人是你们谁的家属吗？那年我犯病抢救我的时候，就在那个心内科，我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的是小凤主任。我那会儿身边啊有你们这些穿白大衣的孩子，我不怕，拜托你们了啊。患者姓名杨桂兰，住院号195243，行左冠 midcap 右冠 PCI。 主任，三支病变首选外科搭桥，我们选择复合手术是充分考虑了杨阿姨身体的基础情况，把内外科手段的优点一起发挥。好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手可真棒，拉起来，这儿的压力，这次可以，支架安放成功。强迫症患者表示极度舒适，确认过眼神，你是对的人。受宠若惊啊，林主任，你表现的也不错。谢谢。你 makeup 做的也很漂亮，还有方医生。谢谢小方主任。同样都是夸你，这前后的差别也太大了吧？不懂了吧？这是粉丝和 idol 之间的特殊情谊。杨阿姨的手术是林主任和小峰主任一起完成的，顺利的话她明天就能醒了。不能。可以，